说到朋友，差点忘了这次邀请我来的冯志伟。志伟是在《原氏英雄榜》节目中啊，唱歌非常有原住民味道的参赛者，抖音很厉害啊。但是听说他最近不幸出了车祸，走路还要靠拐杖啊，不知道他现在好了没。现在我先听听看，看他跟我说了些什么。红啊，我是山地门部落的志伟，欢迎你跟我来到这里。我们这边有好吃的山猪肉，而且还很漂亮的琉璃猪。而且我朋友还用带你去介绍我们达莱部落现在仅存的石板屋哦。如果我明天没有我的脚在受伤，没有办法带你过去哦。忘记了。红啊，我山地门部落的志伟，希望能够来到我们山地门部落。真的，我们这边有好吃的山猪肉，而且还有漂亮的琉璃猪。现在我想介绍我们部落的声音。鱼啦！哇！这就是我们打招呼的方式，用部落的声音。